是在看啥？拄仔咧看天星，即马咧看比天星搁较水。就要开学啊！阮道上讲，要搁予我半仙钱啊，刷落来，我就要靠家己啊。也毋过，你搁有两年才会当毕业，啊，学费甲生活费是安怎？我已经开始接家教啊，而且我嘛有伫病院值班，嘛有收入，生活还算过会去啊。伊下伊个学费足贵个，我阁有一寡存款啦。我做二十多年个大少爷，以前个红包，阁有卡上互我个收费，我拢欠起来，欠袂少。袂少，敢有够啦？有够啦，无我着加只几个家教啊。你吼，莫互家己受忝，嘛是好好照顾身体，以学业为重。你阁等我两年，等我毕业，咱就去登记结婚。其实，咱已经办过公开仪式啦，在法律上，咱已经是阿婆啊。既然是阿母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咱拢爱做伙面对，好吧？有你的支持，我一定能顺利毕业。对啊，我已经找到一间厝啊，在开学之前，我就会搬离开宿舍。为什么啊？宿舍门禁啊，而且我伫病院值班，有时阵哦，半暝三四点才下班嘞，无方便啊。啊，你是要住伫倒？离学校咁近？着素梅进前住遐，厝头家人真好呢，算我真熟。以后哦，你有家己的厝，我若是有闲，就会当去看你啊。不是我的厝，是咱的厝。其实我今仔约你出来，是有代志要甲你讲。金平的婚礼，因阮道上的关系，我有一挂话。袂好甲你讲，我著趁今仔日讲予你听。嗯，叶明珠，从今仔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家后，无论是老白疼、好夜，还是散食、快乐，还是悲伤，我拢会尊重你，珍惜你。保护你，这是我赵英杰对你的誓言，一
死后，我拢袂改变。明珠，我爱你。手的